实力派演员赵丽颖自出道之后就全心投入到工作中，甚少传出绯闻消息，直到与冯绍峰合拍《知否》被媒体曝光，戏中生情。当网友们还处于震惊状态中时，两人又火速宣布领证，接着赵丽颖就开始了待产的生活，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了。近日产子归来的颖宝与丈夫合拍广告，这也是他们婚后的首次合作，可以说让观众十分惊喜了。照片中的颖宝穿着白色卫衣，搭配格纹短裙，黑色直长发披在肩头，充满了少女的娇俏。而冯绍峰穿着同色系格纹风衣，里面搭配白色毛衣，和颖宝妥妥的情侣装造型，夫妻二人甜蜜依偎在一起，手中拿着燃放的烟火，一脸笑意，整个画面充满了温馨甜蜜。在背景中高高挂起的红灯笼更是增添了满满的喜庆，不得不说这对夫妻搭档的广告真是养眼极了，网友们纷纷表示对广告充满了期待，大家对此怎么看呢？